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12面，712面，倒数第三行看起，就从头看起啊。本品宗旨，乃是正信处矣。此事数见，迷证佛言真实，盖此前即落一证庄严，唯是经口所宣，现证于会深重亲属自言所见。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再接着，佛土极乐胎生之中，困于疑尘，更名疑惑之故。在弥勒菩萨说他自己见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是前面一品，与会的大众啊都见到了，说是亲眼所见啊，这讲得很清楚，与会甚众亲眼所见，证明佛在前面所说的完全是真实的。在中国东晋时代，我们晋宗初祖慧远大师在往生的时候告诉我身边这一些莲友说他在这一生当中亲眼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他有3次，从来没有跟人说过。那么从这个地方能看到云公的智慧定力。今天呢，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第4次见到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而且看到阿弥陀佛的身边有莲舍早先往生的这些莲友们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慧远大师。我们相信这个记录不是假的。在慧远大师传记里面，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都有记载。那么这一品39品后面有一段呢，他们看到极乐世界
有胎生的众生，也叫边地，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没有入品。品是什么呢？最低的品位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它比这个还要低。他生到极乐世界没有品位，生在边地，生在疑尘，也叫疑尘。这说明疑惑的过失是很大的障碍。疑惑为什么能往生呢？他抱着试探的心理，也非常认真努力修行，发愿，念佛，他真能往生，但是他带着疑惑，半信半疑，不是完全不信，完全不信他就不念了，所以他也信，信得不够深，他是有怀疑，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试试看，如果是真的，那最好了，那假的就算了。抱着这种心态呀，很认真的念佛，也能往生。实在说呢，能够生到边地疑尘呢，就不错了。为什么？他不会退转。不过在极乐世界耽误的时间长一点，不能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佛，就得佛加持，成为阿惟越致菩萨。那持多久呢？最长的500年，500年不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岁月，我们这个世界，就是500年之后啊，他的疑惑心断了，不再疑惑了，才见到阿弥陀佛，才入品了，这个品就是下品下生，才入品。极乐世界有这么一桩事情。在此地提出来了，那我们要知道，前面也说的很多，大乘佛法、净宗法门、诸佛菩萨都说，这个法门是难心易行。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呢，真难，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上养成了一个多疑的习气。现在在学校念书，我这种年龄，我念小学的时候，没有听什么怀疑的事情。但是到中学的时代呀，老师就教我们要怀疑。原来怀疑是科学的精神，学科学不能没有怀疑，怀疑才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然后才来把这问题解答。追求答案，把真相找出来。这个在物质的世界可以啊，在神圣的世界不行啊。那么东方古圣先贤，你要对他怀疑，你没办法学习。
这个怀疑的态度不能用在圣学上，圣贤的学术，不能用在佛法上。我们如果对祖宗怀疑，对孔子怀疑，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怀疑，我们读他的这些书籍，用怀疑的心来读，能不能开智慧？能不能得到圣贤他们所见到的宇宙人生真相？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能的。孔子后世尊为圣人，现代人不以为然，喊出口号要打倒孔家店。一丝毫尊重的心都没有了。孔子对以前的圣贤，他的态度，《论语》上记载的很清楚。夫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换一句话是，他对于古圣先贤所传下来的这些教训，一点都不怀疑，全盘接受，依教奉行。而且还把自古圣贤传下来的这些教诲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后人尊称他为集大成者。他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汇集古圣先贤的这些智慧，这些教训，他做的是这个工作。夫子生在乱世啊，唯恐圣贤之道啊断绝。所以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他的弟子啊，每一天讲学，把古人留下这些东西，把它讲透彻，讲明白，然后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这就是沉船圣学。圣学应该用这样的态度，这种方法来沉船。我们今天也是生在乱世。跟孔子那个时代差不多春秋战国的动乱，绵延了将近500年。满清亡国之后，我们这个社会动乱了，到现在100年了，要恢复正常，大概也要400-500年才能恢复，
但是这四五百年没有孔子出来不行啊。啊，那我们细心观察现前有没有孔子出来，有没有孔子那批学生出来。啊，如果有，那我们就知道大概要四五百年之后传统文化可以复兴。如果没有呢，那就是我们真正忧虑之所在。啊，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特别是印刷术，典籍我们可以大量的翻印，让全世界大学图书馆都收藏，啊，就这些东西不会丧失了，啊，这个我们不担心了。可是没人学啊。啊，要什么样的人才真正能学得好呢？没有怀疑，啊，要有真正的信心。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还要恭敬。啊，印光大师讲得好啊，啊，印祖，儒释道都通啊。通家了啊！他在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藏经楼里面住了30年啊！这寺庙里藏经楼啊，他管藏经楼啊，30年。他有这个缘分，每一天读书啊！啊，我相信工作不会太多。啊，读了30年的书，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无论你看读佛经啊，或者是道，或者是儒啊，中国传统文化，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你就得十分利益，百分沉浸你就得一百分利益。我过去曾经讲过，啊，以唐朝禅宗慧能大师做个例子，啊，这个故事都在《坛经》前面第一章，叙述的很清楚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这个人是个孝子，是个老实人。长大之后，做个樵夫，樵夫现在没有这个行业了，很多人不知道。上山砍柴，挑到城市里面去卖。啊，从前的城市没有电，没有瓦斯，所以每一家的煮饭是烧灶、烧柴火。啊，抗战期间还是这样的。啊，只有少数。大城市有电灯啊，有电啊，一般城市都没有
啊，通通是烧柴，没有自来水，啊，有挑水的，卖水，啊，卖柴，卖水，卖水呀、啊，这个都是劳力，生活非常辛苦。啊，柴卖掉之后，买一点米，买一点菜，回去供养他老母亲。啊，是个偶然的机会。啊，柴卖掉了，钱拿到了。啊，离开的时候。啊，在窗口听到里面有人念经，他好像能听得懂，啊，听得很有味道，啊，就站了一会儿，等他念完，念完之后到里面去请教，啊，问他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啊，念得很有意思。他把他自己听的感受讲给念经的人听，念经的人非常惊讶，啊，发现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很有智慧，啊，他真懂了这个意思，所以就建议他到黄梅呀、去参学。啊，五祖仁和尚就参学，就跟他学去。那么他辛苦啊，他家里就是母亲一个人，他要走了，母亲生活怎么办？啊，这个人姓张，这个张先生很了不起，拿了10两银子，给他走安家费，还有一些佛门这些同参道友。啊，大家帮忙照顾他妈妈，他就放心到黄梅去了。啊，见了五祖之后，五祖把他分配到对房里面去破柴舂米，干他的本行。啊，那是做苦工啊，现在讲在寺庙里面做义工。做了8个月，啊，寺院里面有讲堂，一天没去过；有禅堂，啊，一支香也没做过。啊，每一天在寺院里面舂米破柴，这是他的工作。啊，寺院人口多。最后五祖传法传给他了。五祖有个大弟子神秀大师，啊，这非常有名啊，跟祖师年代很久啊，每一个人自自然然会想到，五祖将来传法肯定传给神秀的。那怎么会轮到慧能呢？那什么都不会，什么也没学过，怎么会轮到他呢？啊，以后真的传给他了。啊，这个故事我们不在此地讲。讲了耽误很多时间，很多同学都熟悉啊。啊，我就讲了陈静，神秀大师对于仁和尚就是五祖有百分的陈静，他得百分利益。慧能呢？对五祖是万分沉静。
他得的是万分利益，不能比啊。啊，这个与学习多久、认字不认识字不相干呢、啊。印光大师这话说得好啊，啊，全在沉浸。那我们今天如果有万分诚信来对待无量寿经，来对待阿弥陀佛，对待净宗法门，你决定是上上品往生。我说这个话有根据的，什么根据啊？善导大师讲的，净土四徒三辈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不就等于说人人都有份吗？啊，你要遇到像六祖这样的缘分，那你不就是上上品往生？那不是普通上上品哎，十报图上上品往生，那就成佛了。啊，由此可知，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决定的关键还是在成就。啊，疑是大障碍。大乘经教里面，佛讲得很清楚，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所以，研究经教的目的在哪里？断疑生信。如果你没有疑惑，就不必去研究经教了，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啊，研究经教要浪费那么长的时间，啊，浪费那么多的精神，啊，因为你有疑，有疑就一定要研究，疑根不能不拔除，不拔除，纵然念佛往生，也是生到边地呀。那四徒三辈九品都没有沾上啊，你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我们为什么会有疑这和这个怀疑呢？主要就是不知道，心性不可思议啊，不知道啊。我们用着妄心、妄想、分别、执着，用成习惯了，完全不知道真心，不知道真心的功德。那回过头，我们看看慧能大师，人家老实，老实人了不起啊。老是什么？他没有怀疑，他没有妄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在一切人的面前，他谦虚，对人恭敬。那为什么？他什么都不会，没念过书啊。啊，觉得别人都比我强，是的，恭敬心出来了，要沉浸心。啊，我们沉浸心为什么出不来呢？哎，我觉得我还不错啊，不如我的人很多啊，哎，麻烦就出来了。
啊，你去问慧能大师，啊，哪一个不如他？他会告诉你，告诉你，人人都是佛菩萨，只有我一个是凡夫啊，我什么都不会。他讲的话是骗人的，不是的，句句都是老实话。他想的话就是佛陀教我们的，他学会了，我们没学会。佛不是教我们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学会了，他不认识字，他知道这个意思。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他学会了。不敢轻视一个人，啊，这一点我们比不上他了。啊，所以他是非常容易回归自信。五祖传法，半夜三更召见他。啊，在方丈室里面跟他讲金刚经，啊，我们相信讲大义，决定没有经本，啊，经本慧能不认识字，他用不着，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彻悟了，就契入了。啊，入了佛的境界。啊，很感叹地说了五句话。那个五句话就是他的论文，就是他的报告。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他真的见性了。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不生灭，就是他已经契入般涅槃了。啊，大乘讲的大般涅槃，他入了，契入了。啊，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常寂光中啊。一法不缺，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没有一样欠缺的。这他见到的事实，是自信里面。隐藏的智慧的相没有显出来啊，这是见到常寂光啊。啊，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是什么？自性本定。啊，楞严经上所谓是首楞严大定。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四字分训三昧。啊，他入这个境界。最后一句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阵庄严，全是自信变现出来。自信能生能现，这个用现在的话说，他这个五句话，是哲学的最高峰啊，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他怎么能说出来？
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大戏，是提示，他立刻就懂了，就入境界了。凭什么？万分沉浸，他得万分利益。啊，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啊，回过头来再看孔子，述而不作，是肯定自己不能超越圣贤。那什么，本人就是圣贤。圣贤跟圣贤都是平等的，叫佛佛道同啊，哪能超越呢？啊，那六道这些凡夫呢？凡夫是未来佛，现在虽然迷惑，他的自信，自信里面所含的智慧、德相，一丝毫都没有损失，只是迷而不觉而已。他一旦开悟了，他跟诸佛没两样啊，怎么能不恭敬呢？啊，不但对一切人恭敬啊，对蚊虫蚂蚁都恭敬。为什么？他是众生，他有佛性。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蚊虫有，蚂蚁也有，你怎么能小看他呢？啊，不但动物有，植物也有，花草树木有，不但植物有，矿物也有，啊，山河大地，啊，我们在前面学过，一毛一尘，一毛是正毛，啊，最小的汗毛，一尘是衣报，啊，叫矿物。一粒微尘，一尘一毛的微点，那这就今天讲科学了。啊，你把它分析，分析到不能再分了，就是现在所讲的量子。啊，基本粒子。啊，肉眼看不见的。高倍的往显微镜才看出来啊！啊，它怎么样呢？它有物质现象，同时有精神现象，它有见闻觉知啊，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大乘经》里面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这一个小光子，它具足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啊，是心法，啊，心法物质在佛法里面讲叫色法。啊，心法跟色法是一体，心法跟色法永远分不开。啊，那换一句话说，一毛一尘的微点，他会看，他会听，
会懂得我们的意思。这个事实真相，在最近30年，科学家才发现，这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在佛经里面呢，就是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阿赖耶的业相，他们的名词叫能量。阿赖耶的转向，他们的名词叫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他们的名词叫物质。啊，这些科学家认为，整个宇宙就这三样东西：能量、信息、物质。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就是阿赖耶所变现。啊，识变嘛，啊，心能生能现，识能变，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古人根性与我们深厚，我们不如他。佛经上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三样东西，古人比我们厚啊，比我们深啊，所以他们成就容易。我们今天可以说善根不，福德也不。善根薄是什么呢？我们不信。福德薄呢？我们怀疑。啊，因缘不见得薄，我们也遇到了。啊，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但是遇到怎么样呢？前面两个不足，遇到等于没遇到，啊，遇到不相信啊，不能理解，这个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句话可非常重要啊！啊，怎样才能解如来真实义？那要沉静，没有沉静，你就无法理解。沉静心生不起来，怀疑断不掉，啊，连信心都是半信半疑。啊，有不少人来问过我，问我怎么办呢？你们大家说怎么办？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知道。你看他怎么办？49年讲经教学，为什么？把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你就不怀疑了。所以讲经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不怀疑。啊，所以他经教他不必修。他没有怀疑嘛。啊，他就信了嘛。啊，他就成了。啊，圆顿法门，圆顿到极处，它是个代表。圆极了，顿极了，啊，顿是快速，
啊，他一听就懂了。啊，你说这句经文，我们念了多少遍？没懂啊，我们没开悟啊。人家念的听到这么一句，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我们听一万句也开不了悟啊。什么原因？我们那个疑没断掉，沉浸不足。那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有万分沉浸心，你就有慧能大师的成就。不定是哪一句经文，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所以这个问题重要啊！啊，我们如何培养我们的信心？啊，相信古人，古人明心见性。啊，相信古人有沉浸心。相信古人对一切人事物他都有信，正信，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那现在我们要提出这句话，大家会摇头啊，谁是好人呢？个个都是好人，那造恶多端的是好人。好人为什么作恶呢？一时迷惑，这个心多厚道啊！啊，他觉悟了，他本来是好人啊！啊，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教给我们。啊，你看，从前小朋友开始念书，啊，第一个念《三字经》啊。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啊，《论语》上记载的，人性本善。世间哪有坏人呢？啊，佛里面更没有了。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坏人啊，堕到畜生道的他是佛，堕到恶鬼道的他还是佛，堕到地狱他还是佛，佛没变这个道理很深啊，必须把它参透啊，我们才能恢复自己的信心、诚信啊，自己以诚信待人啊，以诚信处事，我们能把圣贤东西真正学到啊。没有这两个字，佛菩萨来教都不行，你都得不到。啊，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了障碍，啊，排斥、拒绝、不接受，啊，问题出在这里。现在我们看经文，啊，尔时佛告阿难，即慈氏菩萨。如今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啊，清净庄严否？啊，这个字在此地念否，啊，不念不啊，念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啊，色究竟天是第四禅。啊，世界第四禅，欲诸相化，
遍佛刹佛，啊，这是他方世界的，从欲界天到这个四禅天，啊，这些天人都在这个道场散化了，供养大众啊，啊，供佛供僧。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啊，都看到了。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这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面对哪些大众呢？面对一切世界众生，啊，可见的弥陀说法，在极乐世界说法，我们这里可以听见的。啊，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呢？耳朵有毛病的，耳朵是我们的收音机，收音机有故障。啊，故障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能够把妄想执着放下，就听到了。啊，妄想有还没有关系，只要放下分别执着，就听见了。不但听见，你在此地可以看见。我们知道，放下执着是阿罗汉呐，放下分别是菩萨了。啊，菩萨有能力听到阿弥陀佛说法。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这就前面所讲，弥陀跟释迦这两位导师啊，以他们的神通道理，把极乐世界展现出来给与会的大众看，都看到。啊，在这段经文，佛这一问，问阿难，问弥勒菩萨，啊，他们是与会大众的代表，通通见到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阿难集结经藏。是释迦牟尼佛的传人，此事是当来下生，啊，这是将来的一尊佛，现在住在欲界第四天，斗率天，啊，在等待。语言成熟了，他就下来了。啊，故佛以此微妙法门呢，付诸二人，付诸给阿难，是阿难将来集结经藏，要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传给后人。
附诸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下生到这个世界成佛，肯定宣说这个法门啊，阿弥陀佛附诸给他啊，一定是要讲这部经，要宣扬这个法门。首饰啊，首先示现极乐妙言，诸天羽化之相啊，令作见证啊，这个事实示现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就是前面礼佛见光啊，让每一个人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啊，极乐世界微妙庄严啊，诸天啊，羽化刚才讲了，这是供佛供养大众啊，让这一会的人给当时没有参加法会以及后世读到这个经本的做见证的啊，色究竟天为禁居天之一，乃色界天最盛之处啊，就是第四禅啊，四禅有九天。啊，下面四天是凡夫，上面五层呢是圣人啊，三国圣人在那个地方修行啊，立根的他就成就了啊，超越六道轮回了，证阿罗汉果了。顿根的还要通过四空天，就是说时间比较长一点啊，脱离了六道凡夫啊，他就证的就到那个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啊，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有啊，有四圣法界，六凡里面只有两种，人天两道啊，阿修罗跟三恶道都没有啊，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这是说四禅进去天乃正不还国圣者所居之处啊，不还国是三国阿那含啊，他们在这修行，不还国梵名叫阿那含，断尽欲界九品四火，则不再生欲界啊，必生于色界和无色界，故名不还啊，他不再回到欲界啊，虽然没有出离六道，他不到欲界来了啊，欲界有六层天
啊，六层天下面，这是人道。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通通叫做欲界。净居天呢，有五，啊，无梵天、无热天，梵跟热都是烦恼，说明他们的烦恼，见识烦恼已经断了，啊，在那里都断了，断干净了，他就成阿罗汉。啊，就到四圣法界去了，不在这个六道了。啊，善信善见，着重在这个善字。非有非无。这叫善呢、啊？啊，你有执着就不善了，有分别就不善了，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了，这叫善。啊，第五色究竟天，色是色界，色界到了顶了，再上去是无色界了。所以色到究竟到顶点的啊，这色究竟天啊，就净居天人呢，特别是指这个阶层啊，这个阶层他很快就证阿罗汉了。居舍论颂曰：此五名净居天啊，这五不还天呢，五种都不会再到欲界来，啊，所以叫他说无不还天，啊，都叫做净居天，为圣人居，无一生杂，不识修行人，到不了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凡夫。啊，小乘三苦阿那含在这个地方。啊，大乘呢，华严经上十性为六性、七性住这个地方。啊，七性是阿罗汉了，七性就超越了。啊，所以华严经上十信位就是讲的十法界。啊，你看粗信他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真虚头顽固，就小乘粗固啊，跟华严经实性为也，粗性为菩萨，就是断烦恼的这个功夫是相等的啊，是平等的。粗固，粗固提升呢，叫二果相。二果相呢，就是二性位的菩萨。二果呢，就是十性里面三性位的菩萨。啊，四性位呢，就是二果相，相三果。啊，那么。无性位的菩萨就是阿那含，
啊，阿那含在地身提升的是四果相，是六行为的菩萨。啊，四果就是七行为的菩萨，你从这里看很清楚。那八性呢，是辟支佛；九性是菩萨；十性是佛，十法界的佛。啊，所以从十性位呀，你完全看到十法界，你很清楚。啊，功夫全是放下了，不是别的。啊，这早年的60年前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十性位的菩萨分配在十法界。啊，十性心满，这华严经说的，就修满了，就证到初住了。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佛不是假佛了。啊，实性为里面的佛了，天台家讲相似即佛。啊，那初住菩萨呢？天台家称之为分证即佛。从初住到等觉，41个阶级都叫分证即佛。啊，究竟圆满是妙觉位，41位法身大士住报土啊，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啊，住报土。啊，妙觉呢？妙觉不住在报土，妙觉住常寂光土。啊，所以四土最高的常寂光，常寂光是究竟圆满佛他们住的地方。啊，这样大家一对比就很清楚。啊，我们要认真努力，要不断向上提升就对了。这个世间可不能有丝毫贪念啊！为什么有贪念就是障碍，就把你系缚在六道，你就出不去了啊！毛病习气不能不放下。啊，要常常想到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把这些事实真相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我们要相信啊。啊，什么叫相信？早年李老师告诉我，真干就是相信啊！你听懂听明白，你没有能够落实，做不到。但李老师说他不相信啊，所以这个相信的标准就是你真把它做到了。啊，这个意思，张家大师也跟我讲过。啊，你相信，你能不要吗？啊，张家大师给我讲这个信的这一个字，他做个比喻。啊，桌子上，这里是一对黄金，这个地方是一对黄铜。你要真正清楚了，你要哪一个？你肯定拿黄金啊，你不许拿黄铜。
啊，所以你是真相信了，你就真把经拿到了。啊，不相信才搞错了，把黄铜看得跟黄金差不多啊。啊，这个亏就吃大了。所以，诸佛菩萨告诉我们，啊，《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要看得这么重要啊！啊，道是什么？无上菩提是道啊！啊，之母啊，有信心你才能够成就啊，正道啊！啊，一切真实功德从信心生啊，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功德。啊，一般人天天口皮上挂着修功德，有没有真修道？难呐！啊，你细心一观察，我们自己冷静去反省，有没有功德？无戒十善都没有落实。哪来的功德？如果说福德呢？福德有啊，功德没有啊。啊，修福，福里头有真心，福就变成功德。啊，没有。信心没有沉浸修的这个功德都变成福德啊！我们想想梁武帝见大魔祖师那个场景，你不就明白了吗？梁武帝是我们佛门大护法了，自古至今还没第二个啊！为佛教造寺院庵堂啊，他在位的时候一共造了480座啊，啊，都有相当规模可观了。啊，帮助出家人，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呢。啊，大魔祖师初到中国，跟他见面了，他就非常夸耀啊，给大魔祖师说：“我做的这些，我的功德大不大？”啊，大魔是个老实人，回答他了一句老实话：“并无功德。”啊，梁武帝听这一句话的时候，马上就翻脸了。啊，叫这像是送客，把他送走了。这话不投机，他讲的是真话。你看那种夸张、炫耀、傲慢，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令其余则不足观矣。那这种心态，那就晓得你没有功德。啊，那今天我们修福，行这个行善，断恶行善。用什么心？是不是跟梁武帝差不多的味道啊？要是梁武帝那个心态啊，那就是福德，没有功德。哎，你要是问大魔祖师，大魔祖师一定回答的，并无功德。
功德与定相应，与慧相应。啊，它有定有慧。啊，福德与定慧不相应，人天福报。啊，所以你看历代一些帝王、将相、大夫长者，那都是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啊，很多都是以为自己修的大功德，啊，结果在人天变成大福报。啊，福德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功德，福德不行了。啊，福德只是在名利上的享受啊。那么享福的人，几个不造业呢？如果你从这一方面去观察，你就感觉到害怕了。啊，你福报享完了，你的业报现前了，马上要堕落啊。啊，如果一堕落到地狱道，麻烦可大了，那个地方容易进去，出来可不容易啊。啊，什么时候出来？你的罪业统统消尽了，你才能出来。啊，好像你犯法，啊，被判刑了，关到监牢狱去了，刑期满了，判你10年。10年到了，你才能出得来。啊，地狱就好比监牢狱一样。啊，但是要晓得，地狱是变化所造的，不是人设计的，没人设计。啊，也不是阎罗王，跟阎罗王没关系。啊，跟上帝也没关系，跟佛菩萨更没关系。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那你的恶业通通都消了，你才能处理啊。到那里是算总账啊，无始劫来所造的罪业通通在这消，消尽了，你还出来啊？可是出来怎么样呢？出来还带着那一些不好的习气。如果没有遇到真善知识来教导你，你很容易又犯过失。啊，那个过失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杀盗淫妄，你会犯这些过失。一犯这些过失，死了以后又去了。啊，大家看看《地藏经》就明白了。经上说的字字句句是真话，不是假话。无不还天，在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极乐世界。他不会再堕到欲界了。换一句话说，他只是往上提升，不会再往下堕落。所以圣人居住地方叫净居。净，慈氏菩萨所见诸天善化，重振经文。啊，以前有证呢，这再一次的证明，一切诸天呢，皆即百千
花香啊，万种皆要供养彼佛。彼佛是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你看看。百千画像，美不胜收啊！百种千种啊，品类繁多啊，啊，样样都有啊！啊，万种皆要，这是什么呢？歌舞表演。啊，我们在隋唐壁画里头啊，现在像敦煌石窟里面都有佛在讲经啊，空中是天人在歌舞，在赞叹啊，供佛供养道场啊，供法供僧，叫供养三宝啊！啊，所见的一宝庄严，佛正第39愿，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啊，无能称量。这是48愿里的第39愿。啊，弥陀大愿成就了。所以你在极乐世界能看见。啊，这是看到一报庄严。次则亲闻弥陀说法，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佛用什么方法使极乐世界那样的圆满，那么样的庄严，那么样的清净？啊，极乐世界找不到一个人有恶念的。啊，什么恶念呢？起心动念，也就起心动念的人找不到一个。啊，个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那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是什么地位呢？华严经上讲的圆教初住。念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他得到的，不是他自己功夫。啊，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他了，所以他也成为阿惟越支菩萨了。初住以上是自己证得的，他这不是自己证得的啊，是佛阿弥陀佛加持他的。虽然他是凡夫，可是他的智慧道理神通跟阿惟越支菩萨几乎是平等。
烦恼习气并没有断。极乐世界所以值得大家赞叹就在这一点。他的殊胜不是在十报土，十报土跟一切诸佛十报土没两样，殊胜呢就是在同居土跟这个方便有余土，也换句话说就是十法界。太殊胜了，太奇妙了。所以诸佛如来赞叹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显示出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为一切六道苦难众生开了方便之门，让大家不断烦恼也能成就，这个了不起啊！其他法门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得要断烦恼。你不断，你就不能提升。五种见惑不断，初信位的菩萨你就得不到。这五种烦恼，头一个身见，阿罗汉身见放下了，不再以为身是自己了。《金刚经》前面讲的思想，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什么人证得？初果须陀洹就证得了。初果须陀洹那个断证功夫跟初信位菩萨完全相同，也就是实信初信，身见要破掉了，边见破掉了，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统统断掉。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小乘初果。所以修行正果不是别的，放下，跟你认字不认识字没关系。跟你有没有学教不学教也没关系，什么有关系？放下。慧能大师能在五祖方丈室里头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他成佛了。一下放下什么？就是圆教初住，这以上的地位。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是分真即佛，不是相似即佛。相似即佛没出十法界，分真佛出十法界了。他生在十宝庄严土啊。所以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就看你放下多少，你放下越多你品位越高。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决定在幸运之有，那个幸运的确就是不怀疑。不分别，不执着，真诚恭敬，这是往生必须有的条件。品位高下呢，欧耶大师说，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功夫前身是其实说什么？就是你放下多少啊？如果真的能像出口，像这个初心的菩萨，生极乐世界就不是生同居土了，他生方便土，他不生同居土。啊，同居土里面是凡夫，方便土就是小乘。啊，也就是说，从小乘讲，初果到四果，啊，包括辟支佛，他们往生是在方便有余土。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见思烦恼统统放下了。啊，放下见惑就行了，就生方便余土。啊，也就是初心位的菩萨，初心到实心，都是生方便有余土。啊，功夫没有到的，完全是凡夫。啊，还执着这个生生我的邪心，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这些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对自己才有把握啊。这一生呢，这个事情真能够成办呢，真能办得成功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好，好在哪里？就是阿弥陀佛说法。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回过头来就看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岁，世先开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悟了之后，立刻就讲经教学。啊，首先到落叶云度无比丘，79岁圆寂，天天说法讲经啊。没有一天中断的。我们在经上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没有啊。啊，现在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没中断过。啊，法音宣流，普度十方。啊，像我们现在用网络、用微信，啊，不在我们讲堂、不在道场人都能听到。阿弥陀佛以他的神通道理，他说法的音声周遍法界，啊，只是我们现在这个耳朵接收器。不行了，有障碍啊，有故障，听不到阿弥陀佛说法的音声啊。那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能听到呢？照经典里面说法，出国就有资格听到了。啊，出国，六种神通恢复了两种，天眼、天耳。啊，在大乘呢，就是初性位的菩萨，
初信位的菩萨，有天眼通，有天耳通，他要一心想听阿弥陀佛说法，一心想见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他能够见到。为什么？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弥陀慈悲也。大师之圆通章上讲得好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如果有这个初信为菩萨这个条件，就能现前见到阿弥陀佛。啊，不必等到极乐世界，现前可以见到啊。啊，现前可以听到弥陀说法。啊，普度十方。啊，此证经文，前面我们读过的，佛语凡力证雷证，八音常妙声呐。啊，佛说法，凡是清净的，啊，像雷一样的震动。啊，八音，形容佛的音声之微妙。啊，超过天人、小乘跟全教菩萨，啊，都不能够跟他相比。即菩提树王，菩提树王是哪里？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道场树，啊，是道场周边种的这些菩提树，高大，称他为树王，啊，言出无量妙法言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一切诸佛刹土都能听到啊！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跟众鸟说法一样，是阿弥陀佛变化所造。啊，它的根源都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因为佛的身份太尊贵，大家见佛都得规规矩矩。啊，具足威仪，如果树说法了，就可以随便了，那就可以放逸了。所以佛很懂得人情啊！啊，你要不习惯，啊，这些礼节的拘束，你可以随便。鸟说法可以随便，那可以用不着那么规矩，树说法也不必那么随便，不用那些规矩。阿弥陀佛真懂得人情世故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他做到了啊，并不是很苛刻的要求我们。啊，一定要严守规矩，不需要，不是的。啊，我们自然守规矩，那是对佛表示恭敬。啊，如果时间太久了，也想放松一下，你到讲堂外面听众鸟说法，听菩提树说法，啊，那就很随便了。啊，这后头有树王所说，正是弥陀法王之梵音也。啊，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啊，第三，见彼国深重，由心设方供养诸佛，是正第十一遍供诸佛愿的成就。啊，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看见。啊，极乐世界这些大众，阿弥陀佛的学生，啊，学生程度不一样，有天人众，有二乘众，啊，声闻跟辟支佛、方便土地，有菩萨众，这些菩萨全是化身大士。啊，《华严经》里面初住到等觉，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通通成圣众啊！他们由心设方，这个能力是平等的。四十一位化身菩萨。由心释放，没问题啊！方便图里面二乘，同居图里面的人天，也跟化身菩萨一样，由心释放，供养诸佛。因为经上没有说啊，二乘人天呢除外，没这个说法，没有说法，极乐世界是平等的，这就难信之法了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本愿就是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啊，普遍去供养，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不得了啊！诸位要知道啊，供佛是修福啊，啊，供养佛那福报多大。你每一天能供养一切诸佛，一尊佛都不漏，你修的是圆满的福报啊！供佛肯定听佛说法，一切诸佛都给你说法，你一天听了多少佛法？极乐世界人学一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一节都不如他，他能分身呢，我们没办法了，不能分身呢，不能同时学很多，他可以同时学很多啊，分很多身，而且都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每一个身一门，每一个身一门，这个本事可了不起啊。我们只有一个身，不能分身，只能学一门，不能学第二门，到极乐世界是门门都能修，而且门门都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哪有不成就的？极乐世界这些好处要明白，要想到，啊，这真正令人羡慕的地方。啊，第四，复见慎重念佛相续。念佛是修行啊，前面你看供佛是修福啊，是修慧啊，供佛听佛讲经啊，佛慧双修啊，念佛不断呐。啊，念佛相继，
念佛是什么功夫？给诸位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呢，不离这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里面，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一句佛号念了，把无量无边法门全修了，你知道吗？不必搞这个搞那个，你怎么搞的时候，你都是一个一个单独搞，这是个总的总头啊。这一句佛号啊，我们这也有根据，不是随便讲的。隋唐时代的大德，跟我们说过这个事情，在本经没关系老居士的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啊，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啊，在一起也曾经讨论过，世尊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哪一部经能够代表圆满的佛法？啊，这几乎这些大德们呢，都公认华严经。啊，所以华严就称之为啊，叫根本法论。啊，用现在的话说，佛学概论。啊，它里面确实无所不包。啊，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华严全都包了。啊，所以华严经是公认的一切法的总汇呀。学华严就是学一切法，所有这些各宗各派都是华严经的枝叶啊，都离不开根本啊，华严成为根本。那华严最后成佛怎么成的？啊，我们细细去读华严，最后善财童子53参表演给我们看。啊，最后一招。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最后总归是归到极乐世界。那么善财童子啊，他跟着普贤到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修行？一句佛号念到底。从哪里看出来呢？从53参第一啊，80华严里头，第一位善友，德云比丘。啊，在40华严里面就是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啊，他修的是什么法门呢？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波州也叫做佛力三昧
啊，一期是90天，90天不能睡下来，不能坐住，啊，90天只可以站住，只可以走动，啊，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了。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了，一句阿弥陀佛是所有法门都在里头，是华严经的总结，阿弥陀佛。那华严经是所有法门的汇集，汇集到最后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没人知道啊。啊，清朝乾隆年间，灌顶法师知道，啊，他告诉人：你遇到重大的灾难，啊，罪孽很重，忤逆失过的罪业，果报现前了。佛家所有金忏都救不了你。都没办法帮助你了，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啊，什么办法？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什么样的重罪都能化解。我们相信，用什么心态去念？万分成就，你这一句佛号是万分成就啊！你的成就不在慧能之下，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今天社会动乱，地球灾变频繁，什么方法能救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救。这个地区念佛的人越多，这个地方就越安全。啊，灾难可以化解，不能完全化解，要大幅度的减轻了，这是肯定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真放下外缘，一心正念。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